技巧。欧咧跳出嚟嘅时候，天意慢啲嘅，前面快噶嘛，有中福者啦，入边安田之宝、内兰银两之星，出边仲有开心好友啊！大外档嗰只紫色衫咧，就系呢只铭记之心嚟噶。咁啊，好多层啦，浪漫勇士咧六三，大约跟住个第六位嘅。咁啊，中档第七位一路顶住佢，粉红眼罩仲系扬名高高啊！后边嗰五只啦，大道至简啦，咁啊橙衫嗰只尾四咧就腾龙区啦，后边三只有魏君子、天意响尾二啊，暂时殿后系奋斗重心嚟噶，跑到对面直攞中尾段啦，前。面咧就中福者啊，贴栏放嘅铭记之心咧就响佢外边啦。第三位啦，出边就浪漫勇士啦，内栏第四咧就安田之宝啦，中间第五位粉红帽白衫开心好友啊，外边位置仲有呢只就有魏君子啊，再内栏紫色头罩，大家跟住个第七位到啦，仲有银亮之星啦，数后啲嘅马啦，先有扬名高高腾龙区嗰啲马。好啦，转正翻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就系呢只中福者啊，但系中间位置铭记之心追紧佢，出边仲有呢只浪漫勇士上紧嚟啊，再内栏嗰边咧仲安田之宝啊，最后一百米到，浪漫勇士喺外边啊，压住咗只铭记之心，埋边啊，中福者接近终点，一出即赢啊！呢只浪漫勇士啊，跑第二名系铭记之心啊，第三名嘅马咧就系嗰只中福者啦。咁啊，至于跑第四名埋边安田之波仲顶唔顶得住咧？但系外边咧橙衫嗰只腾龙区咧，好似先挞着，睇下过唔过到佢啦。咁啊，结果一出即赢，浪漫组合唔得，浪漫勇士啊赢得到，跑第二名铭记之心。第三名中福者，第四名咧係終點嗰步嘅啫。埋邊有安田之寶，出邊騰龍區要影相。有一出即勝嘅沈澤成馬房馬，呢只仲要三歲北半球。浪漫勇士莫雷拉終於有馬騰，有頭馬見面啦。第二係銘記之星，第三就中福者，第四睇下係咪龍嗰只五號啊？騰龍區到線先啦。啊！真係大超級啊！蝕住都贏啊！好，一跳出嚟，特醒萬集紅磚閃耀咧，咁啊，亦都暫時喺個包尾嘅位置啊。前面齊心同行應聲彈出啊，響外邊咧勁力爆發開始上去啦。中間頂一頂佢咧，有隻街轉三喎。內欄第四位啦，咁啊黃衫係福滿寶，中間第五位五邑之星紅帽嘅，外邊過河勁卒啊。內欄第七位啊浪漫勇士啊，再後邊嘅馬仲有自來金啦。後邊嗰兩匹馬咧，先見到紅磚閃耀春風得意，暫時大墮後係特醒嚟噶。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內欄齊心同行就。佔先咗少少嘅，喺個外邊就勁力爆發啦，守住內欄第三福滿寶，出邊第四有街磚三啊，外邊過河勁卒啦，中間橙眼就第六位咧，咁啊先見到有呢只五邑之星啊，內欄綠色衫有呢只浪漫勇士啊，後啲先有自來金啦，春風得意紅磚閃耀，暫時包尾仲係特醒嚟噶，好啦，直路嘅時候啦，齊心同行咧就佔先少少嘅，外邊過河勁卒一鼓作氣冚上嚟，埋邊有福滿寶，內欄咧就要浪漫勇士啊，外邊追嘅馬咧仲有春風得意五邑之星啊，最後百零米。齊心同行佔先半個身位，埋邊有福滿寶，內欄一比上去有啦，浪漫勇士大外檔春風得意啊，浪漫勇士打搭贏啊，跑第二名福滿寶啊，第三名咧就齊心同行，第四名係外邊追上嚟嘅春風得意啊，咁啊結果呢場賽事呢只浪漫勇士再一次表現進步得好緊要，跟人哋跑後上贏馬。埋邊咧咁啊結果係輕鬆贏啦，第二名福滿寶何然又有啊。齊心同行第三、第四，春風得意。跑馬地賽事一點四，大熱門取勝嘅浪漫勇士啊！跑第二，何然啦、啊，福滿寶。第三啊，齊心同行。第四就春風得意。咪算都好正路。大超級馬啦，呢只又唔係最好。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九運縮咗喺後面啊，前面快嘅馬團結精神快，成過馬位啊，擺咗喺前面啊，外邊搶上去嘅馬有加州海哥，中間五門齊，第四位啊膽大威猛啊，第五位出面無敵勇士啊，中檔位置仲有迎南啦，再後多層嘅馬藍衫白帽內欄騎緊咧就星運名爵啦，響佢隔離六三大約尾五到咧就浪漫勇士啊，後邊嗰四匹馬有穿甲英啦，尾三咧白衫嗰只咧係呢只九運嚟噶，後邊兩隻先見到有藍晚晝嘅四季起嚟噶，咁轉緊。翻嘅時候啦，前面帶頭嘅馬咧有呢只團結精神啊，五門齊響中間，外邊位置就加州海哥，第四位膽大威猛啦，第五位無敵勇士啦，要攞出去外邊迎攬啊，外邊位置六三嗰只就浪漫勇士啊，後啲嘅馬咧先見到穿甲英四季起嗰啲馬，鬥到嚟之後三百零米啦，前面偷出，埋邊係團結精神啊，五門齊帶面褲嗰匹，中檔位置追有膽大威猛，出邊浪漫勇士追緊上嚟，再見到馬林中間後邊咧仲有無敵勇士啊，最後百零米大我都唔可以即係浪漫。
慢勇士逢马哥巴沙上嚟埋变位置嚟团结精神啊！中间咧仲有无敌勇士同埋出边嘅穿甲鹰，结果浪漫勇士咁啊直落赢三场，转过嚟沙田一样赢得轻松啊！第二名嘅马咧外边位置追上嚟系穿甲鹰啊，咁啊至于第三名嘅马就比较接近啲啦，有中档无敌勇士同埋埋变嗰只团结精神咧就需要影相啊！结果莫雷拉大热门嘅浪漫勇士转场升班都赢啊，走个蚀嘅弯。咁嗰只穿甲鹰都系有啲最细啦，跑过第二，临尾有啲内闪啊，八度要抽住。第三啊，团结精神；第四无敌勇士。八度呢个时候现身啊，硬咗条 Q， 都仲系有啲生嘅，即系穿甲鹰走。不过上一次都赢咗一啲新。忘记佢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慢咗啲咧就自然力量啦、美麗精神啦，尾三內欄係一定美麗嚟噶。前面放噶嘛係紅旺啊，咁啊出邊位置有實力派咧，最出就係嗰只全勝神區，三隻馬比較快啲嘅。跟住個第四位藍衫係嗰只幸運有利啊，第五位出邊粉紅衫天生一對內欄，第六位綠色衫浪漫勇士啊，前面應該都幾快啊，因為拉到成個馬群都散曬啊。後邊嘅馬刀柏明區金髮銀髮，尾五係一先生，尾四一定美麗，尾三係美麗滿滿啊。後邊嗰兩隻美麗精神啦，包尾嗰只係自然力量嚟噶。轉呢個八百米彎啊，前面紅旺帶頭啦，第二位係全勝神區啦，守住內欄第三係實力派啊，第四位嘅馬就係嗰只幸運有你啊，內欄第五浪漫勇士啊，粉紅衫第六位係天生一對啦，再後邊嘅馬仲有刀柏明區金髮銀髮啦，咁啊出邊位置仲有呢只就一先生，後邊四隻馬啲美麗喺曬後邊先啊，一定美麗咁啊攞出去嘅馬咧，仲係美麗滿滿啊，尾二粉紅眼罩美麗精神包尾自然力量啊，好啦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紅旺佔先啊。外面實力派冚埋去，浪漫勇士入邊夠唔夠位咧？再見到外面幸運有你上緊，出邊仲有天生一對啊！兜到嚟最後百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係浪漫勇士啊！外面幸運有你上緊嚟，再後一層嘅馬仲有天生一對，入邊位置仲有紅旺啊！接近終點，浪漫勇士就贏緊呢場賽事，四出四捷就未逢敵手啊！跑第二名係嗰隻幸運有你啊，第三名嘅馬係天生一對，後面又趕咗上嚟喎。跑第四名咧，實力派同埋埋邊嗰隻紅旺咧要影相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只浪漫勇士都認真厲害啊！呢只四歲北半球嘅馬出四場贏四場啊！幸運有你就跑第二、第三名，天生一對，第四名咧紅旺定係實力派咧？都未輸過嘅四號馬浪漫勇士，增程亦都冇難度啊！亦都食埋個尾壺莫雷拉騎士王啦！幸運有你第二，天生一對第三、第四就睇你灰馬紅旺緊要啲啦。睇嚟第四紅旺前端啦、啊，扯得比較散，搏住一個內欄。第六位草位啦，拉鬆曬又唔驚。好，嚟一起步，大家都平排出閘啊！前面快嘅馬見到外邊位置落滿冠啦，中間綠茵神區啦，最出係嗰只加州星球，三隻馬比較快啲嘅，跟住個第四位啊，咁啊見到外邊位置藍衫藍帽，幸運有你啦，中間位置啦，咁啊有紅帽藍白橫間衫咧，就係包裝長勝，跟住個第五位啊，再見到內欄第六咧就浪漫勇士啦，中間藍白橫間衫黃帽嗰匹係包裝智威啊，出邊啊最眼光啦，好多小馬匹啦，有啲烽火戰區啦，咁啊再後邊咧尾五位置俏芳華啦，尾四咧就試跑得啊，咁啊後邊三隻黑桃火箭啦、都靈太陽啦，暫時包咗落尾係嗰只喜魚寶嚟噶。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加州星球就好順利埋到嚟啊，貼欄放噶啦。外邊啊落滿冠啦，第三位綠茵神區，第四位幸運有你啊，第五位埋邊六三嗰只咧就浪漫勇士啊，響出邊啊，咁啊就係包裝長勝啦。大約跟住個第七位嘅馬咧，和武藍白橫間衫包裝智威啊，再後邊嘅馬啡色衫最眼光啊，尾六到啦，等入邊喎。橙衫俏芳华，咁啊在外边位置试跑得啦，烽火战区啊褪啲，再掟出去最外边啊系喜如宝啊，马林中间揾翻黑桃火箭入正最后直路，加州星球埋边数出嚟落满贯，入边偷位浪漫勇士，中间幸运有你，有少少偏嚟偏去，偏去咧就包装长胜啊，外边包装智威亦都爆紧上嚟，最出嗰边啊先见到试跑得啊，最后百零米加州星球仲有一个马威优势，咁啊见到浪漫勇士直逼上嚟，出边位置包装智威，最后五十米。浪漫勇士终点前将放头嘅加州星球赶过咗，而赢出呢场香港经典一哩赛啊！浪漫勇士咁啊跳程，咁啊逐级逐级咁样增程之下，去到千六米呢个路程，一样都能够咧赢得到啊！咁啊亦都显示得佢嘅能力咧都相当强劲啊！由谷草千二、沙田千二上千四。
第一次跑千六已經即刻贏得啊！出五戰贏曬呢只浪漫勇士，捧走今屆嘅香港經典一哩賽。田泰安啊，一檔跑第二都跑得好好啊！加州星球輸俾只浪漫勇士，第三跑莊志威，第四咧十四號馬嘅都靈太陽喎，呢只特十四啊，反而真係有啲驚喜喎，真係雖然第四。田泰安今日成績好好啊！佢喐都話，如果唔係莫雷拉騎就唔騎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咧，中間位置有落滿貫，外邊加州星球喳喳聲擺咗喺前面走先，中間位置仲有發財先鋒浪漫勇士啊，響外邊仲有三江飛輪啦，入邊位置仲有呢只龍船狀元啊，再內欄係跨道口嚟噶，中檔橙衫嘅超芳華，出邊黑桃火箭喎，後啲嘅馬啦，多巴先生大約尾五到啦，灰馬嚟嘅，頂住咗外邊嗰只咧係一先生嚟噶，內欄位置係包裝智慧啊，尾位置都靈太陽啊，咁啊暫時電流咧係嗰只飛天神區嚟噶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啦。咁啊，前面放頭嗰匹馬咧係加州星球，做啱咗第一步，擺咗前面走先。第二位外邊係三江飛輪啊，第三位嘅馬啦，埋邊啊發財先鋒啦，外邊第四位黑桃火箭，內欄第五仲有龍船狀元啊，外邊一先生走咗上去啊，跟住個第七位仲有浪漫勇士啊，再後邊嘅馬啦，多巴先生外邊望空咗咧，就上咗少少嘅灰馬嚟嘅，中檔落滿貫，埋邊跨道口啊，尾四咧咁啊，見到內欄咧就包裝智威，中間超芳華響外邊位置，粉紅衫咧，第一尾二尾三到咧就都靈太陽啊，包咗落尾嘅馬係飛天神區嚟噶。轉呢個咧就係香港大學院灣啊，前面加州星球仲係貼欄放嘅，黑桃火箭走咗上去啊，再見到中間位置有三江飛輪啦，埋邊咧仲有呢只咧就係發財先鋒啊，第五位一先生，第六位啊，再見到內欄位置就龍船狀元啊，第七位到啦，六三響外邊咧就係呢只浪漫勇士揈出去啦，再外邊位置多巴先生聚出嗰邊，都靈太陽入正直路，前面偷出嘅馬咧就加州星球五腰蘭攞出嚟中間，咁啊再見到埋邊發財先鋒追緊佢，外邊喳喳聲上嚟，浪漫勇士追緊，後多層仲有包裝智威，出邊咧仲有多巴先生，最後百零米偷出係呢只加州星球啊，外邊浪漫勇士一路黐住佢唔放，外邊位置仲見到多巴先生，入邊發財先鋒接近終點，打比嘅得主沈集成。田泰安浪漫勇士，一个重练一个重骑以嚟首度赢出呢场打比大赛冠军，呢场冠军真系别具意义啊！以为前面加州星球已经走甩咗少少啦，但系呢只浪漫勇士响外边逐步蚕食上嚟，埋边第三嗰只都已经俾人掟甩咗啊！发财先锋第四名系多巴先生啊！点知骑练啊，香港国际马匹拍卖会第一只。赢呢个打比大赛，浪漫勇士捧走今届宝马香港打比啊！跑第二加州星球，第三发财先锋，第四多巴先生。我好紧张啊！临尾斗到斗足成条直路。系啊，啊都加州星球都真系好犀利嘅。犀利，佢真系佢真系顶到。今条片就嚟到呢先，大家记得 subscribe 揿钟仔，仲有 like comment share 我哋条 video， 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